那我们大众先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，取阿利舍迦财咒七七遍，火中烧，还需涂苏若蜜，还要于大悲心向前坐吃。若欲降魔大力鬼神者，不是一般的小鬼，是特别有力量的鬼神。好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降伏呢？要怎么办呢？就取阿利舍迦财咒七七遍。这个阿利舍迦财是什么呢？就是梦幻纸。梦幻就是我们拿的念珠，那个菩提纸，取这个呢，咒七个，好，七遍，咒七七四九遍，火中烧，用火烧一下，还需涂苏若蜜，需要于大悲心向前坐。那这个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前面坐，那就会成功，能够降服这个大力鬼神。若取葫芦遮那一大两，浊琉璃瓶中自大悲心向前咒一百八遍，涂身点额，一切天龙鬼神、人及非人，皆悉欢喜也。若取葫芦遮那一大两，就是葫芦遮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牛黄。这个牛黄一大两，浊琉璃瓶中放在琉璃瓶里面呢，琉璃瓶就放在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，大悲心陀罗尼一百八遍呢。涂身点额，然后用这个牛黄涂在你身体，点在你的额头上，一切天龙鬼神，天龙鬼神都是非人，人及非人皆悉欢喜。若有身披枷锁者，取白鸽粪咒一百八遍，涂于手上，用魔枷锁，枷锁自脱也。若有身披枷锁者，若是一个人犯了国法，或没有犯国法，被冤枉了，被关到牢狱里面，有枷锁锁在你身体。枷就是木头做的刑具，枷锁锁你的身体，你不自由怎么办呢？就取白鸽的粪，念大悲咒一百零八遍，取白鸽的粪涂在你的手上，用磨枷锁，用这个手去摸这个枷锁，枷锁自然就解脱了。若有夫妇不和，状如水火者，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一千八遍，待彼及终身欢喜相爱尽。夫妇本来是合的，不然不应该成为夫妇。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无常，事情有变化，情形像水火不相容，冲突得很厉害，那就要取鸳鸯的尾，就是死的鸳鸯的尾，于大悲心向前咒一千八遍，就是念大悲咒的一千零八遍，然后把这个鸳鸯尾带在你的身上，彼及终身欢喜相爱尽。其实夫妻不和也是很普遍，佛法是很高深，理想也很高尚，但是佛菩萨慈悲，对我们这个苦恼的人，日常的这些事情也照顾到，用这样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若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者，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三七遍，散田苗四边，虫即退散也。果树间咒水，洒濯树上，虫不敢食果也。若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者，农夫种的田，田已经有了苗，但是被虫吃了，这个事情好倒是很严重。无果子者就是无种果的子，就是没有办法去查好这哪五种哈。取净灰、净沙或清净的灰、清净的沙或净水，好清净的水咒三七遍，然后念大悲咒三七二十一遍。就把这个净灰、净沙、净水呢，散田苗四边，就在田苗的四边呢，虫就退散，就不吃了。果树间咒水，撒着树上，虫不敢食果。若是种的果间咒水，这个间呢，好、哦、就是念大悲咒，撒在树上呢，虫就不敢来吃果子了。这个在藏经本上，果树间咒水。